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带大家来新加坡的滨海南码头站。我们今天呢要去龟岛跟圣约翰岛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 Let's go。OK， 这边有一个 Sisters Island 的一个故事情节，然后是圣约翰岛的一个故事，大家其实可以网络上查得到。然后这边我们有看到它这个岛的开放时间，其实这个岛有两个连在一起的地方。我们带大家看一下 Cyber 会更清楚。OK，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圣约翰岛的地图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在码头边 ，You are here 这边一号这里。对，所以他其实建议你可以从一号到五号这样绕，然后再绕一圈。对，然后他这边其实还有很多露营区，右上角是露营区的地方。对。岛上公共厕所还蛮多的，就是商店不多，选择不多，所以大家建议可以带食物跟足够的水来圣约翰岛。紧急，113栋。感染病啊，犯罪人啊，都来这边，反正 treatment 啊，这些 drug。Thank you.
个岛连在一起的路。对，然后现在几点啊？12点多了，太阳正晒屁股的时候。不过今天的风很凉，很舒服哦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景色很漂亮。Thank you.
从港湾码头站，然后出发到圣约翰岛跟龟岛，这样的行程总共，像是我们是搭3点的船回来，所以现在回来大概3点半，所以船的时间是大概25分钟，单程是25分钟，对，所以来回你自己抓时间。我们是赶在倒数第二班船回来新加坡，对，然后现在我们在排队这边等安检，好之后这边就不能拍照了，对，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。对，我们今天这样子来回票是15块钱船票，然后可以玩龟岛跟圣约翰岛两个岛，对，我觉得还蛮值得的啦。对，自己可以规划一整天的时间，然后来玩这两个岛。那记得要带足够的水跟食物上这两个岛哦。然后记得要回家的时候要把所有你制造的垃圾要带回来，或者是岛上有垃圾桶的话可以在那边丢这样子。不过如果在他们岛上丢，他们也是要再带回新加坡再回来烧掉，所以其实也是给他们制造一个麻烦，就是能够少制造垃圾就少制造垃圾，我们爱护地球，我们尽一份心力咯。那以上是乔林子，那我们乔林子下次见，拜拜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好，我们现在进来 MRT 了，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新加坡 MRT 的样子。你看，几乎都没有人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要去 Raffles Place， 对，这边是终点站，所以人很少是很正常的。然后今天又是礼拜二，我们现在要去 Raffles Place 吃东西。OK， 待会再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吃什么。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